Happy New Year to you. 欢迎收看本周卡提诺狂新闻。第五名，比游戏还刺激。近日，鹅鸭杀外国网游在强国爆红，是一款能开语音投票杀人的解谜推理游戏。除了游戏玩法自由，想不到连取名也很自由，你要叫习近平跟毛泽东都可以，导致游戏内出现一堆钢铁洗粉和一些不可名讳之人大举入侵。鹅鸭杀让中国网民关电脑，也不是游戏直播主下播，也不是从原本的推理游戏变成中国特色恐怖攻击。万岁斩首国贼习近平，不是东突厥斯坦万岁斩首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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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。习近平死，全家天灭共产党。哎呦，我把游戏声给关了。法轮功，手法轮，又称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提出的。打倒习近平，天灭中共，打倒习。我操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，台湾是一个国家，钓鱼岛是日本的。1964天安门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。习近平不死啊！躺在这冲冲冲！真该死啊！我操！我直播被提醒了。天灭共产党！卧槽，牛逼啊！老铁们，想不到习近平也会进来玩，我还以为墙内中国人也开始有言论自由，原来是被恐怖袭击了。在强国当游戏主播赚钱真的不容易，好好的游戏实况变成自杀实况，把每一次直播都当成最后一次。恭喜您啊，玩游戏还要被迫跟主席同乐，每开台一次就 ban 一次账号，我们办不到的他们都将习以为常，太狠了。台湾有线下全明星运动会，中国有线上全明星自杀派对，用生命在玩游戏的强国直播主九四狂。第四名，话可以乱讲，歌不能乱唱。有人用唱歌来交朋友，有人用唱歌来打怪兽，有人可以靠唱歌把真的变成假的，而近日竟有人能把假的唱成真的。太强了，用生命致敬 MV 高成本 cosplay 唱完直接转生异世界，恐怕是跟玄米律师恶魔签订契约，不止进歌点，连车的颜色都一模一样，不说以为是空来的。空果然主旋律响起就是全剧高潮，这边建议大家没有准备好华丽谢幕就不要唱主题曲，小心变死，歌唱大一波带走，开车就乖乖放 DJ 小荒，虽然降智但起码不会受伤，永唱行召唤师948794狂。第三名，太暖心了，现在会关心你健康状况的除了你妈和你自己，现在又多了习近平。近日，卫福部健保署主秘书及科长遭曝疑多次窃取健保署网站资料，盗卖个资给中国，其中主秘书叶逢明亲友的海外账户更是多出13亿不明巨款。本以为开幕即倒闭的巴德羽球场已经是政府所能盖出最脆弱的东西，想不到我国的资安更加不堪，以及习近平都知道小编肝指数过高了，我们天才 IT 大臣还在点面线。原来政府进抖音是因为自己的个资要自己卖，感谢政府让我安心玩原神，领 Epic Game 不用担心个资外泄，因为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先被习维尼人口普查一波，太狠了。13亿的抗中保台狠狠拉高人均 GDP， 20年来经济最好，不是说说，连个资都能出口贩售赚外汇，每个人发6000，通通不必去查。让我们继续关注螺蛳粉上的统战标语。第二名，以后只能吃魔芋爽配王老吉了。祖国敬我们水产，我们就敬他花生；祖国敬我们水果，我们就敬螺蛳粉。近日激进议员爆料，市售的强国螺蛳粉包装上竟然印有撩妹语录，哦不是，我是说统战语录，根本罪大恶极。谁说的？你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四舍五入你就是我的人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为了报石斑鱼之仇，咱们经济部长王美花再也不忍了。原本为了保护本国面条业者，强国粉条类本就是禁止进口，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你们在通路还买得到私货，但现在败选后党要开始报复社会，哦不是，是抗中保台严格稽查，管你是实体还是数位通路，我要看到所有类进口的酸臭风味米粉和功夫花生全部下架，迟来的正义永远不嫌晚，这效率堪比淘宝，稽查速度犹如天猫，有政府好安心，谢谢美花姐。螺蛳粉卖那么久，我还以为是合法上架，原来只是误收，不是进口。以前官员的香烟也不叫走私，叫超买啊！厉害了我的党，可怜了我的黄师傅。黄飞鸿，我们的功夫再棒，也敌不过你。抗中保台，
螺蛳粉的魅力，未来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，好吃到陌生人入店直接帮你打包。第一名，兵庫県西宮市。甲子園球場があることで有名なこの町に、ある問題を抱えたお宅がありました。池田家。この家が抱える問題、それは你有吃过螺蛳粉吗？有在吧，可以转的那种没有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你多吃点，你之后就吃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碗面现在是违法的。我会被抓去关吗？哇，他给两颗蛋蛋呢，哦，好滑哦。蛋蛋日文什么？现在要去自首了。刚刚吃螺蛳粉还有点饿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煮那个侯番螺螺蛳粉。嗯。台湾煮这犯法，要不然我们去中国煮好了。哦。天上太阳红呀红彤彤嘞，心中的太阳。新年快乐，大家兔兔来。Give your money to me!